The third athlete in the final, Vladislava Radu, representing the Russian Federation. She's preparing for the first vault. 第三位上场的是俄罗斯选手乌拉佐娃。同样是一个尤尔琴科720度，难度价值5.4分的动作。空中姿态非常好，落地没有站稳，这样一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你看俄罗斯选手的空中姿态没有太多的屈膝的情况出现。乌拉佐娃是本次女子个人全能的银牌获得者，第一跳14.300分。第二跳尤尔琴科540，难度价值5分的动作。乌拉佐娃之前是在2018年的 J Solo 的国际邀请赛上面一战成名啊，成了俄罗斯少年组实力非常强劲的一名选手。真漂亮，空中姿态真的很好。稍微有一点点小分腿。跳平均分14.166分，14.116分，目前排到了第一位。